塞罕玻璃盘，哈萨克斯坦公民，埃图干·图兰是我的侄儿。他出生于1975年10月10日出生，他的工作单位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舒县克拉苏乡工作。他在统战部工作。2018年，应当地政府以各种理由把他给带走。他在教营里待了两年，在教营里待了两年时间，和他一起关押的一个人从中国教营里出来的人告诉我们，说是他被判了两年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。现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埃杜万·图兰在不在人世。于是我们和他的家里人打电话，家里人也没人接电话，连电话都不敢接。我要求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大媒体给予帮助。我相信我侄儿是无辜的，我也相信当地政府给予重新调查和宽待处理。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86996238003，他的身份证号码65412619251025194。